我们是不是就站起来，然后我们的第一基数牌往后转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样一组呢，看看有六个弟兄姊妹，我们超了六个团体的导读。好，我们就来导读以弗所六章十七节，还要借着这样的祷告祈求，接受救恩的夺杯。对，我们就来导读这一节。好，开始了，感谢主，还要，祈求，主耶稣赞美你，我需要借着祷告和祈求，是主耶稣，我要你，你向我说话，要借着各样的祷告，耶稣借着祷告和祈求，你说话，主耶稣向我说话，你觉得你自己在导读上很有享受的举手一下，觉得导读上很有享受，就说你觉得导读对你是不困难的啦，很好，我大概只是知道。好，那你是觉得这样的导读啊，你还是觉得你摸不到主，或者说觉得很难突破的举手一下，让我大概知道。没有大陆那么厉害，大陆那么厉害吗？那就表示感谢主啊，我们的稍微生活还是过得蛮扎实啊。我提几个，因为上一周我们说，我是盼望大家还是有得做一个完整图画。是。上一周我们说到哈，叫做神
是你，阿门。我有你，二零乘一零。哎，这个大家会啊，我要用我的灵接触是灵的神，这是我们上一周要得着的四句话。神是灵啊，你要怎么接触他？我有灵啊，请记住，二灵乘一灵，神的灵跟我的灵要成为一灵，对。那现在我要干嘛？我要用我的灵接触是灵的神，这四句一定要得着啊！你每天这个这是应该要发生的。对不对？先彼此讲一下这四句好不好？神是灵，我有灵，二灵乘一灵，我要用我的灵接触是灵的神，接触是灵的神。好了，我们看最后一句改一下，不然大家会搞混。我要用我的灵接触。接触神的灵也可以啊，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啊。那你，你讲一下，你只讲一下啊。神是灵，是我有灵，二灵成为灵，我要用我的灵接触神的灵。非常非常非常好，看大家看一下啊，这里的读经就是用这里的读经啊，那我顺序要点一下，你就会抓到这句了。因为啊，我们说我们要为什么要这样导读主的话，其实导读主的话是明白神的话最棒的路，最佳的路。我要点一下，你就会懂了哈。人家在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就用这几节经节。我要告诉你怎么样。第一个经节，你先点什么？提后三章十六节，圣经是什么呢？神的呼出，很好记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属灵的呼吸。阿门。所以第一个叫做呼吸。那第二个呢，在哪里？比前二章二节，都在你们上面哈。对，第一页的读经经节出处。对啊，好，比前二章二节，给我们看见怎样？我们要像财神的婴儿一样，切不什么呢？纯净的话，话奶。所以第二个是奶水，神的话是什么呢？奶水。第一个是属灵的呼吸，第二个呢是我的奶水，财神的要接触那个奶水啊。所以一开始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最喜欢的什么呢？就很滋养的话，对，什么？主啊，请你叫我在早晨饱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一生欢呼喜乐。这就叫做奶水，一读就觉得很喜乐的。好，是呼吸，是奶水。第三就是马太四章四节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东西。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什么呢？食物。生命食物，或者说属灵的食物，三个啊，是呼吸，是奶水，是食物。第四个就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这个啊，我们呼吸的，我们所享受的奶水，我们所吃的食物，就是灵和生命。感谢主，你越将呼吸吃喝，你就享受灵和生命了。最后就给大家什么呢？叫做约翰福音一章一节，话就是神。我们接触了神的话，其实就是神自己啊。也就是你要怎么得着神呢？得着这话就得着神了。好，我要简单的哦。刚刚上第一篇的时候，神是灵，我有灵，二灵乘一灵，大家都很容易记，对。而这一篇呢，其实我要把它变得很简单记哈。在哪里哈？主啊，我要吃喝吸入你的话，就是你自己，好得着灵和生命。阿门。有没有得着了？阿门。主啊，我要来吃喝吸入你的话，就是你自己，好叫我得着灵和生命。阿门。会不会？大家一起来讲一下啊！主啊，我要吃喝吸入你的话，就是你自己，好得着灵和生命。彼此讲一下啊！好，彼此讲一下，可不可以？主啊，要吃喝吸入你的话，就是你自己，好叫我得着灵。
和舍利，和舍利，和舍利，对，主啊，我要释放基督的话，对，就是自己，对，老师说的话，啊，对，来，有没有人要起来，起来讲一下哈，好不好？我们都起来讲一下，好不好？站起来，释放来讲一下哈，一个一个讲，我们才会记得住啊。对，啊，这些，来开始哦，自由，自由。很简单了，赶快。我要。主啊，主啊，我要来吃喝吸入你的话，就是你自己。好，让我得着灵和生命。阿门。阿门。你们主啊，我要吃喝记录你的话。阿门。我们就是你的自己。阿门。让我好得着灵和生命。阿门。哦，是主啊，我要吃喝吸入你的话。阿门。就是你自己。阿门。好得着灵和生命。阿门。还有没有？我们继续哦。哎，没问题。我要吃喝吸入你的话。阿门。就是你自己。阿门。让我得着灵和生命。阿门。阿门。还有没有？是主啊，我要吃喝吸入你的话，就是你自己。阿门。让我得着灵和生命。阿门。吃喝你的话，阿门。好得着，就是你自己。阿门。好得着，你得生命。阿门。主啊，我要吃喝吸入你的话，阿门。就是你自己。阿门。好得着，你和生命。阿门。太好了，好，我们虽然没有时间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啊，你如果有没有这样的印象，你每天都觉得主的话真不一样啊！我天天来吸入他，吃他，喝他，吸入他，神自己就进来了，你天天就会享受灵和生命了。盼望我们每天啊，在操练这样的享受。对，好，其实我们上周是说这周要做见证的，哎，大家应该要主动啊。上周说我们操练你要做见证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我们下周一定要做见证啊！做什么见证呢？可以啊，你在临终啊那个呼求，你们呼求一分钟。我们上次是说至少呼一分钟，两分钟。大家试着操练啊，你就试着哈，没关系，大家就去呼求，你就用计时一下啊。我看两分钟好了，啊，你先看啊，有一分钟你可以呼求多久，好吧？啊，一分钟好了，每天能够一分钟，你就去看你一分钟可以呼求多久，一分钟几次啊？然后呢操练什么呢？每一天啊，就拿主的话试着这样导读。主啊，我就是要来呼吸你，吸入你嘛，我要来吃你喝你，这样你有享受。下周做见证。这个就光听到没有用的，这个教练教学生打球，学生就是要去打球，对，他要练才会成为你的。好，盼望我们这样操练啊。那现在我们要有一个操练，我们还是要发单张。好，上周已经讲过，每个人发五张单张。对，这个超现在就发哈，现在就发下去啊，每个人五张单张哈，发完再上来吃饭，不，发完回来先分享一下啊。五张，其实哦，一面发一面不要像发传单，我们要什么呢？说一句祝福的话，早平安，愿你喜乐。虽然中午了，对人家来讲都还是很早的啊。耶稣爱你，你就要试着说祝福的话，自己就会被喜乐充满哈。五张就可以了哈，五张就可以了。后面还有，五张，分一下五张就可以了。我们就可以结伴出去发哈，很快的，很喜乐的发完再回来喽。